虽然前一季只出赛了11场跟12场，但是毕竟是二年级生、三年级生啊。这球要救，结果直接救到了 Washburn 的手上，他自己带球推进，给到底角的施静瑶外线出手，在三分线外把握住。Rivero 很兴奋，张镇雅传球寻找队友，阿瑶拿球切入，收球高抛投，篮底下有 Washburn 把球补进。这个球他非常成功，吸引了穆伦斯。目前看起来算适应的蛮好的，手段很多、啊。具有身高优势 ，Washburn 这边把球抛进。从第一场比赛到，当然，这个随着球团的用心啊，球员的进步啊，裁判也是很重要的一环。是 ，Washburn 这边展现的个人能力。篮底下两位洋将居然都没把分数要到。上半场剩下3分10秒左右，哇，这一球塞得漂亮。69卢俊祥要记上一次助攻。对啊，如果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多了、但是应该是，哦，这边有些勉强，但是 Washburn 的第二波的进攻把球摆进。对，大家都不想当那两支哦，就是吞下连败的球队。对，这个平射炮还是会砍进了、你看他投篮并不是那么的协调哦，但是出手速度还算是蛮。交给阿瑶，切入再往回带给 Washburn， 有点犹豫，选择带到中距离。哎呦，今天的投篮状况不错哎、领航员的反快攻，对方脚步都还没踩稳。哇 ，Washburn 这一次轮到他在阿木脸上得分。